元旦有没有出去玩啊？对啊，那个在家里顾小孩。有吗？我都没有。我还在学校考试，更可怜。对啊，好惨哦。好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然后我就是回家之后就继续在玩游戏，最近就有玩 Cytus， 然后也有玩 Angry Birds Go。这礼拜刚好介绍都有介绍这两个。对，这两个其实真的还蛮好玩的，因为我只有跟大家说过嘛，就是我是跳舞机皇后啊。Cytus 真的很厉害，就是台湾之光，他们真的。Cytus 真的是很厉害。真的，而且 Cytus 很难玩。因为我到现在就是还是要把它就是萤幕就切成两边，然后叫我弟帮我打另外一边，然后我只能打。还有这招。真的，因为我都玩，我喜欢玩就是有挑战性的东西，所以我就会玩它最难，就是 hard。然后另外一个 Angry Birds Go 我也玩了还蛮久， Angry Birds Go 我现在就是也快要到一个瓶颈了，因为我就是把每台车的那个 power 啊、速度啊什么都已经弄到就最高级。对，接下来就是要你花钱的意思。对，我就已经不知道要玩什么了。但这两款手机游戏都很好玩，所以如果还没有玩的朋友，赶快去下载。新年的时候就在家里有那个农历年就开始玩玩玩玩玩玩玩。好，所以不要记得收看电玩风。好，收看电玩风喽，拜拜。